是打直的，好大好大的旋风飘啊！对，一只妹妹，一只妹妹，别跑，一只妹妹来了，不行。OK， 霓虹又 Daisuke， 好，欢迎回到智科的崩坏悬时间喽。然后我们上一次打的是那个93关卡，一直在那边搞不清楚93关卡的那个魔法书妹妹 buff 角啊，我们终于知道她的 buff 是她可能是帮周围队友放那个就是跟文学少女一样的状态，就是增加攻击力，然后可能挡住一次的攻击，然后对我们的话可能会放出衰弱效果，衰弱就是让我们就是被他们妹妹们打到的时候会更加受伤，就是有更重的伤害，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可能会让我们武器降低攻击力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挑战的就是我们94关卡，要看这个图片你知道是什么，他拿一个针筒的是什么呢，就是我们的护士妹妹啦。那我们就挑战吧，选个好友，然后就是差不多61等打这种关卡，你就要非常注意一些事情，比如说你放在被放 buff 角上面的话，可能就那个子弹量可能就要控制啊，不然我之前会卡关，就是一直重复打，可能打太久就是因为我的子弹量不够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充分的确保自己的子弹量哦。一开始就出现两只爆炸娘啊，实在太恐怖了，这关卡到底想要对我做什么呢？然后而且又是双发双发回火弓箭手女孩，一出场就让人家这么紧张，你们不怕之后电影没得演吗？难道是要高潮高潮再高潮吗？不怕，我只要有充分的子弹，我就不怕你们，好不好？相信大家也跟我一样，所以我现在需要很多子弹，所以我就选择了子弹，是没有关系的。然后第一只精怪出现的是我们的会瞬移的那个女仆妹妹抓抓女，是最初的僵尸妹妹的进化一代。好，我现在只剩11子弹。诚心的祈祷，给我更多的枪值，妹妹们，萌妹妹们，绿妹妹们，给我枪值。哦，好，你们都不听话，都给我钱。哇，太难过了，不是钱就是补包。难道跟这关？大家好像还没有看到，对不对？我到现在也还没看到这关的主角，就是我们的护士妹妹，到现在还没出现。护士妹妹难道会帮我补血吗？出现了，刚出就出现，他应该是会帮他们回血，所以一定要去打死他。护士妹妹如果没有帮他们打死补血的话呢，我不知道他出来是干嘛了，他可能是出来跳舞，那很麻烦。如果护士妹妹跟那个魔法师妹妹站在一起的话，那就有点悲剧了。好，再来的精怪出现了，这个应该是又是爆炸娘，而且是分身的，而且速度快，而且会有毒气，这个。而且他用毒气遮住他，以为我们看不出来他是爆炸娘，实在是太犯规了，太可恶了！马上就接了一道精怪出来，吓死我！而且是会分身加速度快的双载摩托车妹妹啊！好，太恐怖了！又来了，又要丢了，让我想到刚刚打的那个恐怖的七只关卡，忘记了，就是大只的摩托车妹妹双载。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体验，猜是你啊，猜错了，猜对了，可是你怎么那么慢才消失，还撞了我几下。其实你们一定要自己知道，就是他的本尊是哪一只哦，因为他不像那个勒布朗或者是什么分身之，你看得懂他是哪一只，他没有颜色，他都跟他长得一样。好，这关的王是抓抓女加上苦练女，而且是都不得毒气，所以不要太靠近，而且他们速度好快，还有瞬移啊。很危险，很危险，的确很危险。先杀死一只，先请一只去吃便当再说了。好痛，太痛了吧，痛死啊！记得瞬移过来，不要被踢到，而且也不要被勾到，因为好痛。然后锁链女的打法就是，她出勾的时候就是让她以为我们要站在那边给她勾，然后闪电一下，然后再回来打她，这样就可以攻略了。好，没问题了。好，结束。哇，好恐怖啊！
好，这是我们的八支士官卡，看来护士小姐应该是补起来，所以应该没有比魔法师还要恐怖，是哪有可能？一定很恐怖。好，那我们明天就挑战我们的八支武官卡，大家拜拜。これで終わり？